部影片呢，来讲讲年度大改版的《火炬之光》吧。《火炬之光》呢，将于7月5号早上10点正式更新。新赛季 SS5 玩偶俱乐部这次呢，改动内容算是相当的大，可以说是火炬 2.0 了吧，尤其是主持人。 我这边呢就简单介绍几个重点，一般传奇技能等等的平衡改动，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去看 PN 公告，这边就不说太多细部的数据讨论了。首先呢，这季的新机制是玩偶俱乐部，算是相当简单的机制啊。 只要靠近齿轮呢，就会出现怪物，打死怪物就能够获得奖励。最后通关头目就可以上缴你的齿轮票券，借此呢就可以获得评分跟奖励啦。评分的级别呢有分为9个等级，从 F 到 3S 阶级，会影响到最终奖励的倍数。打满分呢就能够获得满画面的道具啦。那当然呢，随着评级的增加，怪物也会越来越强，玩家们可以视自己流派情况去调整。如果打不赢最高难度，也不用硬打，从你自己能够顺畅刷的阶级开始赚资金吧。 玩偶俱乐部呢，同样有属于它专属的星图配置出来，就可以打得更开心、更快乐啦。接着就来讲讲这个星图吧。这赛季呢，多了一个虚空星图啊，前有异界鱼图，后有传奇之子。虚空星图也就是鱼图天赋树啦，但它整体来说呢，没有像 POE 那么的复杂。大致上看了一轮，目前公开的天赋都还算浅显易懂。简单说呢，就是你想打哪一个机制，你就点哪一个吧。配合通行证最新的功能，也就是呢，对应赛季自动切换气灵液，你就不用每次都在那边手切气灵啦。我个人呢是觉得放在通行证还挺不错的，原本还以为是要 独立贩卖了，各位又觉得如何呢？另外呢，它的虚空星图，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棒的，就是它有一键套用啊，玩家们可以透过游戏内的分享码输入即可载入该虚空星图的配置，懒人必备啊。而新的英雄特性呢是圣枪3，介绍呢我就不念了，实在太中二啦，反正就是堕入黑暗的版本嘛。主要特色呢是对群怪有散射，对单体怪又能自动切换成单体弹幕，感觉呢是一个蛮强大的特性啊，并且呢也有分为不打过热、打红温、打 过热的版本，但部分情况都是要搭配英雄特性或是英雄追忆以及遗物。喜爱投射物相关的朋友呢，千万不要错过啦！再来呢，就讲讲我们的新传奇，大部分呢都是条件式的触发，像是3步5这双鞋子，静止时呢自动触发瞄准，开始移动时就自动触发迷踪步，移动时呢会自动使用10夫术，都算是蛮有用的技能。触发条件呢也不算困难，也有2个相反的戒指，一个呢是增加持续时间，但扣你的冷却回复速度；另外一个呢是增加冷却回复速度，但改扣你异常状态的持续时间。最后的附加条件也是2个相反，一个是增加自己的伤害，一个是降低敌人的伤害。 新传奇如果不要太难掉落啊，应该是蛮有搞头的。大家如果刚刚有仔细观察的话，也会发现这些传奇装备词缀好像少了几条。传奇装备呢，在这次改版中迎来了大改动啊，新增了传奇之子。传奇之子的星数代表你能够额外打造的词缀数量，这可以算是一种传承吗？最后纪元、暗黑四到现在的火炬之光，游戏开发至今呢，要独立创新呢，实属困难啊。好的部分就多多学习也无妨，别再抄 POE 的宿敌怪就 好了，前一季的季前赛真的是，所以呢，现在火炬之光的传奇装备只会保留核心词缀，附带的词缀呢都被拿走啦，改透过传奇之子额外打造上去，你也不用太担心装备完全打坏，它还是可以将这个打造词缀呢传承到另外一件装备上的。不过呢要注意哦，传承需要消耗传承轴心，且传承物必须要同个传奇之子以及名称，传承后呢就会获得该打造词缀，但可塑性呢将会归零哦。 一般的装备呢也进行了优化，像掉落装备如果没有物等100就没办法取得 T1 的词缀啦。但你如果掉落出来的是100物等，它会变成真品，真品呢会有一条 T0 的词缀。你只要配置出装备的天赋，光刷图就可以取得不少 T0 的底材啦。就是不确定它打造一次的花费会是多少呢？神格10版呢也迎来了重点更新啦，现在改成神格孔位，孔位呢有分为魔法、稀有跟传奇阶级，但烙印呢不再有次数的限制了，不用担心烙印失败 变成垃圾了。还有神格契约的强化，它可以让你拥有指定天赋盘的特定天赋，像是你使用了征战之神的神格契约，那它将随机取得征战之神相关的天赋。技能方面呢，也算是大改动了一番。现在所有的技能呢，都有自己的主属性。如果技能的主属性为力量，那么每1点力量都将额外增加 0.5% 该技能的额外伤害。如果它是复数属性的技能，则是属性先相加再算加成。但取而代之的是，以往的千属性流派 都会受到改动哦。我个人呢是蛮看好这种吃属性的改动，这样属性呢就不再局限于千属性流派啦，但也损失了一些独特性。异界的拓荒呢也大幅度的缩短流程了。现在每个区域呢都是固定的刻度，而后开放时刻7以上。像是冰渊呢，它就是时刻1；炎火呢，也只有时刻2。当你打到时刻7，就会同时全部开放时刻7，整体呢便捷了许多。而时刻8之后的浅层跟深空呢也做了调整，现在深空呢直接被移除啦。官方的意思呢是，现在太多人就算机体能够打，但深空的门票呢实在太贵了，反而付出太多的成本，这不是他们的本意，所以这季呢就把深空给取消啦，但改成了罗盘的方式。我其实觉得深空还挺不错的啊，高投入高收入嘛。虽然我都在卖门票，下一季呢就改卖罗盘啦。再来呢，讲一些基础的改动。雾都呢加入了核心的系统，并且在各月的9、11、13日呢掉落触媒技能， 15日呢则会掉落更稀有的触媒技能，比起以往呢更容易取得触媒了。这次真的能解放双手了吗？而且啊，天赋免费重置提升至90等之前，只要你在90等之前都是可以免费洗点的。这改动呢真是热歪了喜欢玩多样流派的朋友啊，测试呢也可以更放心的去测试啦。喜欢爆装的朋友，木桩上限也从5000亿变成了1万亿，不用自己在那边掐秒算 DPS 了。虽然呢，我是觉得能打死亡刷图顺就好了，但火炬感觉特别多木桩人啊。就是呢，打断腿不能刷图，我也要爆装的那一种，应该是可以算是一种游戏文化了吧。但如果呢你是初入了新手，想要参考流派时呢，我建议不要只看爆装的流派，最好呢要有实际刷图打王的画面，并且显示词缀比较稳妥一些。还有一个呢是前瞻没有特别讲，但官方有透露的 PC 端有额外的背包界面，可以像暗黑或 POE 那样直接显示于右边的界面，我觉得改动也是不错的。以上几个呢，就是我自己比较在意的啦。其他各位呢，可以自己去看 PN 的公告，像是地图中的电梯呢，旁边都有新增传送门可以飞下去，不用在那边傻傻的搭电梯啦。但电梯呢，它还是有保留着的，给想体验的朋友细细品味啊。最后呢，就商城相关吧，不外乎呢就推出了新造型啊、新特效啊，开始开发击杀特效那一些了。刷图呢，一定要轰轰烈烈的朋友不能错过啦！而且这次专属池呢，还有50%的 off 啊，跟我一样很少抽气灵，但都拿去抽外观特效的朋友可以准备一下啦。通行证相关呢也有强化，如前面说的新增气灵液自动对应情况，还优化了自动拾取的范围。他们说基本上现在是不会漏检了，不知道高速跑车会不会漏检呢？总之呢，这个通行证的含金量是越来越高了，交易行的上架改价格也能够直接更改，不用在那边上上下下了哦。还有往期追忆的红点点，终于能够一键清除啦，强迫症患者的福音啊！目前呢，对于开荒流派还没有什么想法，原本能看到狂人2的自动阿公从民科5改成了民科1，是有那么一点想再玩一次啊，但我好像已经玩很多次暴走巨刃了，就先当第2顺位吧。枪山作为新的特性，应该是有保底强度，想试玩的朋友呢，应该也是非常的多。但新特性或者新角色呢，都有一个特色啊，就是它周边传奇价格起伏非常剧烈啊，所以呢，最有可能应该是会玩罗莎。罗莎之前呢，玩没几下就赶紧跳车，这次罗莎呢，也有一个重点更新，使用特性技能呢，终于可以对自己造成极重伤害啦，整体的输出循环呢应该会好上更多。遗物跟追忆呢也都有推出雏形的版本，再加上新的罗莎造型，感觉就可以玩一下啦。这季官方呢说的非常的有信心啊，从大改版到火炬 2.0， 再到年度大更新，用词可以看出他们的信心十足啊。我自己看完 PN 以及前瞻呢是觉得也蛮有料的，但是就怕像上一季那样，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，就双手解放吧。我们7月5号早上。